沙可真够大的呀。哎呀，怎么就迷了眼，什么都看不清喽。哎，老头，等过了这风头以后，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。殿下，这圣上不是已经下旨赐了婚了吗？不知为何就想见到他，一刻也不想等。什么人？哎，就你，帮我接一下。谢谢啊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姑娘这是？废话，当然是从家。跟你说这么多干嘛？哦，对了，上次你在竹林为什么受伤啊？我……哦，还有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居然不告而别。那天其实我……算了算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个，能帮我拿下行李吗？谢谢啊。逃婚？嗯，当今圣上下的旨意还逃，真的是什么了？本小姐风华正茂，二八年华。再说了，那太子我连面都没见过呢，万一是个糟老头子怎么办？嗯，哎，我听闻啊，我们太子殿下那可是玉树临风，那喜欢他的人得从这儿一直排到邻国去了。没错。在下也略有耳闻。你们行，你们上啊。不知小姐你可有去处？没有。小姐，你现在毕竟是太子妃的身份，一个人独行肯定不妥。时间久了漂泊在外，容易引来非议。不如……非议？啊。没想到呢。